Okay.
我们去看看。吊车也过来啦，伸出吊钩，把装载车给吊起来吧。耶，成功啦！可是装载车好脏哦，身上全是泥土，怎么办呢？让我来帮忙。不，那边有水坑。挖掘机来到水坑旁，勾起一勺水，帮装载车洗个澡吧。哇哦，装载车又变干净了。救援任务完成，继续出发。黑土机正在马路上行驶。哎，怎么停下来了？原来是插轮子没气了，去充气吧。哇，到达充气站，开始来充气喽。首先装好一个绿色的气罐，然后拿上充气枪，开始给插轮子充气。怎么飘起来了？糟糕，推土机被挂在了屋顶，好高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是谁在喊救命？赶紧过去看看。哦，推土机怎么挂在屋顶了？我来充气，充着充着就飘起来了。挖掘机来看看。原来充错气了，充了氢气，让挖掘机把推土机给勾下来，再给车轮放气。耶，终于下来了，谢谢你挖掘机。不客气，继续充气吧。重新装上蓝色的气罐，拿上充气枪，给推土机充气吧。充好一个车轮了，再充另一个，另一个充不上气，挖掘机来帮忙吧，把推土机推到维修间里去维修。上起维修台，开始维修吧，拆下坏掉的车轮，放旁边。新车轮给它装上去，装好了，来测试一下，没有问题，倒车。黑土机离开喽，谢谢挖掘机，挖掘机也可以走了。街上巡逻。哦，前面怎么在冒烟？过去看看。停车！糟糕，是房子着火了，让消防车去灭火吧。出发！Go! 消防车来到了池塘，开始装水吧，伸出水管。哇，水装满了，快回去吧。
房车那里。把灭火器放回去吧。装载车任务完成，可以离开了。消防车也走喽。消防车今天做得真棒。喷洒车要去农田工作啦。转弯，到达农田，展开支架，开始给农作物洒水吧。哦，喷洒车没有油了，让清障车出发去救援吧。还有吊车，正在去往农田的路上。清障车到达。油加满了，放回油枪。继续去工作喽。喷洒车回到了农田，展开支架，继续洒水吧。